老婆有研究，超前部署，谁该管？我脾气真的比较坏，有时候吵吵吵，我就说那你滚啊，滚出去啊。然后突然我老婆就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不知道跑去哪里，然后翻箱倒柜翻翻翻翻翻翻，就把我们那个房子的租约拿出来，嗯，因为上面签了他的名字，当做三方保证。他就拿着这个跟我讲说，这上面签的是我的名字，该滚的是你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